有看过 Stupid Bar 的你一定也跟小编一样期待这次布兰登的介绍吧，直接到号称酒吧第一站区的大安区看布兰登在门口推推拉拉的，原来是来到了鼎鼎有名的威士忌酒吧 Knox。 这个 Knox 的由来是什么呢？ Knox 呢，在拉丁文来说呢是夜晚的意思，所以我们来一探究竟，这个神秘街道走进来的 Knox 会是什么样的风貌呢？ Let's go。哇哦，里头藏了好多宝藏哦！看 Brandon 在那边翻箱倒柜，这里也藏有太多经典威士忌了吧？其中还有好多吸睛又有趣的款式哦！现在赶快来看业界赫赫有名的资深前辈莫里哥是怎么用 JD 做出调酒界的经典之作 Old Fashioned。莫里哥利落的身手，这 Old Fashioned 实在堪称是经典中的经典，让许多可能初次不敢尝试威士忌的民众都一试成主顾。除了上述的特色，想要找个放松又能喝到量身定制调酒的你，绝对不能放过这里。中时电子报综合报道。